channel. Hello, welcome to my channel. 那看到我这个影片呢，就代表我们的新年 MV， 祝你新年好运到，已经突破了2000个 view。 那之前呢，1000个 view 的 challenge 呢，有我们的 MC 会去到 Pavilion KL 找6个人跟他一起跳我们的新年舞蹈。那我2000个 view 的 challenge 是什么呢？我就是会去吃 sushi。 那什么 sushi 呢？我会吃6片铺满 wasabi 的 sushi， 这个就是我的 challenge。 所以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要去 sushi 店 ，Let's go。 好了，我们就要到 sushi 店了。我要去的 sushi 店就是 sushi 焖呆。那现在呢，我就要挑6片 sushi 出来。 好了，那现在呢，我就要 wasabi 了。好啦，我就把我6片 wasabi 铺满了 ，OK， 感觉好像很浪费那个 wasabi 啊，所以一定要把它吃完。 觉得够多吗？OK，不懂啊，真的是有铺满 ，OK， 只是它可能它粘着，它就变一坨。来，Alright， 所以现在我的2000 challenge 开始，来，6片铺满，然后刷底的出品，我就先吃这个吧，感觉好像没有这样满的。 我觉得 OK， 还可以接受，不会呛。好，我们这边是第2个。哇，那个回血很好吃。 等下，把沙比开始上壁纸啊！有点烧脑哎，还有剩4片啊，第3片。 辣到喉咙，我觉得 OK， 还可以，就是一下挤了，很呛鼻子。还可以继续来，第4片，我觉得这个还蛮多的，一点点酱油啊，再加多一点 wasabi。 第5个。
始，刚才服务员看着我，他就站在前面看着我笑，是不是很难看？必须，这个是真的是最多瓦萨比的。since 最后一片，就给大家一个 bonus 吧 ，OK， 再点一点这样子，再加一加瓦萨比 ，OK， 加一加。因为我觉得刚才有一点点很痛苦的快乐。吃六片，我需要搞得紧凑。我觉得来了六圈出去我都 OK。 哇，好辣，很想哦，我整个口很想。我真的很快速度的把六片寿司瓦萨比铺满瓦萨比的寿司咬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已经真是跟比，就是我觉得100条辣椒跟六片瓦萨比寿司，感觉好像我的100条辣椒比较有 challenge 啊，因为真的是很辣，那个小辣椒，小辣椒 OK， 我吃瓦萨比吃的我的舌头都歪掉了。So yeah， 我的2000 challenge 完成了，谢谢大家，拜拜。